来哦，先刚正常呼吸，正常呼吸啊，放松。对。啊，当了。很快就过了哈。对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哈，不要怕哈。好，那我看看。好，不要害怕。我们群里面竟然有人呐、啊，我们要预约他超过一年。天哪，太红了，对不对？他说我需要什么服务啊？你来帮我服务，拍谁等一年？一年起跳。大家好好来看一下，来第一组人马是要等多久啊？想服务就先预约，想预约要等一年呐、啊！欢迎第一位，第一位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很厉害啊！怎么样？这一位呢，可以说是在网络上爆红的一个帅哥整复师。Aden， 大家好，我是从事整复生涯的 Aden 老师。整复师是怎么样？其实就是做一些，比如像传统整复，比如说像推拿、拔罐。你是为大体服务嘛？是吗？没有。健哥这部分呢、啊，我们可以看从他的身体的一个体态来讲的话，他是比较偏右边一点，这边会比较硬。偏右边，对，可以摸摸看。右边硬是吧？这边会比较吃力一点。哎，真的，你右边比较凸。对，它比较凸一点。有一个背脊这边的肉，对，它会硬掉。然后像通常我们这边紧绷之后，它的肩颈，这是大家都会产生这个状况。比如说像宪哥借我摸一下啊。这边这两边啊，宪哥你可以感觉到，我必须先恭喜你，好不好？你已经摸过天王了。感谢天王，感谢自己先。他可以感觉到两边是不一样，他的左边比较胀痛一点，这边比较酸一点点，比较胀的地方就比较痛一点。好来，一样一样，来这边一样哈。好 ，OK。好，来哦，宪哥你正常呼吸，正常呼吸啊，放松。对。啊，当了。这边看一下，这边它角度比较大一点，这边更挺，所以差一些些，好，宪哥借我一下，放松放松，我们手啊，放松放松，放肚子上就好了，好，很快就过了哈，对，不要怕不要怕哈，不要怕哈，好，那我看，好，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哈，不要一下子，哎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好，最后一个，好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我们下去一点点，马上就好了哈。对，麻烦宪哥，好，不要怕，好，来哦，来再一个哈。然后我想问一下宪哥，你现在有没有是很想回家休息的人？哦，真厉害，想一想，好，来，正常吸气，好，吸气啊，来吸气 ，OK， 好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宪哥，谢谢 ，OK 了，怎么样？空气舒畅哦，怎样？有 feel 啊？我有点晕，真的，天王不能倒，有点晕，真的。真的厉害耶，真的是不是那个筋就跨跨这样的，整个是现在是很软的状态，软到我都有点抬不起。你撑着。他的客人呐、啊、都叫不停。哎呦，真的、哦？为什么？因为哀哀叫。这个一定哀，一定哀，有人会以为是命案吧？对，今天之前就是我，因为就是客人都会来嘛，那我没敲，因为。都会通常会不知道下一步要干嘛，对，那都会像比如说像宪哥一样，他刚刚会一突然不知道干嘛，他叫一下，然后有些比较反应比较强烈的，他会尖叫，对，或者是觉得好像很夸张那样，可是他不会痛，太厉害了，真的，你想让他服务，等一年吧，你慢慢来吧，好不好？谢谢 Aden， 谢谢。